我叫你切土豆丝，给我。嗯，那师傅，咱这切菜有几种方法？一共有六种方法，有直刀切、拿刀切、推刀切、锯刀切、扎刀切，还有一个滚刀切。俺个家里有人切这个土豆片的时候，他不得从这边过来，知道？哦。先，先切两片，留一片放在这个上面。切刀术，直刀切，土豆属于直刀切，知道吧？这点又直接这样片了，往我拉，听到没有？看，想要丝切好，必须得把片切好，是不是？只有片切好之后，丝才能切好。看了，看，这就是夹子的作用。土豆丝往上跑的时候不会过来，要不然土豆切容易断了，不知道？这碗拿来，看看。土豆丝切的要像火柴杆一样，你知道？炒这土豆丝才好吃，才均匀。你看你切，来看看来，可以呀、啊。哎呦，看了，是的吧？努力。师傅，用这个叉子叉不香吗？